阿贵，爱大巴，两个村子合并，这不是小事。你们不要在这里跟我说啊，回去征求一下村民的意见。村民同意了，我就按程序走。领导，按程序走。两个村合并，先由镇里提出，再由村民会议讨论同意。县领导批准，这一大套手续，还来得及吗？这就我这里来得及。 老金牙呀，我们两个村几十年的恩恩怨怨，这笔账是要彻底的算，算清楚，算得每一个人都心服口服的。我先给你道个歉，说声对不起了。你给我道什么歉呢？ 老金牙呀，这些年大邦没断了跟我说，我年纪大了，人老了就容易固执己见，他的话我一直都听不进去。大邦怎么说的？大邦跟我说呀，我们两个村的账。 不能只算后30来年的，前20多年的账和后30年的账是一笔账，不能分开了算。停车！洪大邦，你下来。 跟你好好谈一谈，大邦，你设计的不错呀。你不会不懂的，万村赛是要求每个村独立去申请比赛资格的。你心里头发虚吧？啊，你心里没底，才强拉上我组成什么洪水河龙虎队。我还不能不答应你。我要是不答应你，从今往后。 我在上下河村民面前就是千古罪人，你会幸灾乐祸吧？你一定会幸灾乐祸的。阿贵啊，你是冰雪聪明，我是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。大邦跟我说呀，前20多年，是你们下河村在帮我们上河村。 你们的地多，地好，是我们占了你们的光。要不是你们带着我们，那公社化的时候闹灾荒那几年，我们上河村是挺不过去呀。你们帮了我们整整20多年，这20多年的恩情，我们是不该还的。 是，他说这笔账不能分开了算，他的话我不听。自从大邦关了上河石材，这些年经历了这么些事，我才慢慢的把这个道理弄明白。老季啊，以前啊。 我动不动就跟你算账，只算后30年的账，老是觉得你们对不起我们。可前20多年的账。
我就不算了，你们对我们的恩情，我都给忘光了。老金呀，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了。道歉，大妹，道歉，你道什么歉？要道歉的应该是我。 我对不起上河村的乡亲，对不起你老阿妹，对不起大王大妈，我给你道歉。阿贵呀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你们下河村人。 比我上河村的人多得多，两个村重新组合，重新选举。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时，我会向村民提议，你来当村主任。你当老大，我给你当小弟，得不得？嗯？怎么，这老大害怕我？行了，大邦，你说的轻巧。金牙公和阿婆他们还都健在，算是一年前，我们下河村有愧于你们上河村。 你阿爸临走的时候也说过，一定要找回当年的公道。你觉得我们现在合并时机成熟吗？大邦他阿爸去世的时候，有口气都咽不下去。他嘱咐大邦，等上河村发达了。 一定要和你们下河村讨回公道。阿爸的这句话，也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儿。坐下说。 可大伯不这么想啊，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，两个村的账不能分算，前二十年的恩情不能忘啊。老金牙呀，大伯他嘴上嘻嘻哈哈，可是他心里头庄重啊。他看着下河村的日子。 跟我们上河村差着一大截儿，他就觉得是自己对不住你们，他就想啊，两个村要是合起来呢，就能做更大的事，就能让两个村的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老金牙呀，我们不如后生仔呀。 两个村的恩恩怨怨是该结了，不能让我们这些老阿公、老阿婆犯下的错误，耽搁了后生仔们的好生活。老金牙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 啊！这个老金呀，老金呀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对。大鹏，你刚才的这些话。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一根筋，你也听不进去啊！你刀枪不入，你平时嬉皮笑脸的，也没有个正形，我知道你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呀？这全怪我啊！当然怪你了。你的这个想法要是早告诉我，我们解决到旧有的问题，两个村呢，不早就合并了吗？黄老板也不至于在中间插一杠子。但是啊。
只有你这种人会受骗。说到你的痛处了吧？阿贵，公事说完了，咱们俩说点私事吧。私事？是什么私事？我阿妹的事啊，那天没说完。今天这个地方不错，连个人也没有。一旦咱们俩动起手来，没人劝架。哎，你要冷静，冷静。阿贵，这是我阿妹的事，我冷静不了。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对阿妹什么意思？你千万别说你对她没意思。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确实对阿妹有意思。哦，不过这有个前提，是在阿妹和敏生离婚以后变成了单身，我才敢对她有意思的。哦，好好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她？我不敢呢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敢的吗？很简单吗？我不像你，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大花子，所以你呢能够独占花魁，娶到蓝荷花。我呢，跟阿峰的妈妈结婚都是经人介绍的，我不会谈恋爱，没谈过恋爱终身遗憾，机会来了谈啊。我不会呀。这有什么不会？你就直接说嘛。你喜欢他？我说不出口啊。阿贵，你都这把岁数了，有什么开不了口的啊？你把对付我那劲儿，你对付到阿妹身上，不要脸吧？你就说，你说阿妹啊，就这个意思呗。我不会呀。哎呀，没有见过你这么笨的。阿贵，这样，你把我当成阿妹，你冲我说，来，试试。可你不是阿妹呀、啊！废话，我当然不是阿妹，我说我假装我是阿妹嘛。你要像那个志宝那样演电视剧，然后进入角色，来试试。没事，我一紧张啊，就会打嗝。紧张什么呀？他没事，阿妹。你干什么去？我看你们车停在那儿，也没人，我以为你俩出事儿了呢。我刚才听黄镇长说，你俩被举报了。哎，被那个黄老板举报了。阿贵啊，你去坐阿妹的车，给阿妹说说咱们的应对办法。去吧。走，嗯，我这打嗝，对呀，舒服。哎，他哪都舒服，他非常舒服。去吧。你怎么了，贵哥？阿妹。我一紧张就容易打嗝。你跟我紧张什么呀？你说吧。啊，阿妹，我喜欢篮球，赛。我知道你喜欢篮球赛，你不是跟我说黄镇长的事儿吗？啊，我一紧张就容易打嗝。别紧张，你喝口水。好。好点了吗？阿妹，我
是先回去吧。啊。上河村和下河村的村民代表们都在这儿，我们要决定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我们的上河村、下河村要不要合并成一个村——洪水河村。这个话31年前我就该说了，那个时候下河村在我的领导下办了一件错事儿，把上河村赶出去，那是我的错。我对不起上河村的父老乡亲们，我给上河村的父老乡亲们赔礼了。赶紧进去，进去！我老人家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希望今后我们上河村、下河村就是一个村儿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们要一家一座人，对对，劲儿，一家一座人。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走上幸福大路。各位村民代表们，听着我们大家的心愿了吗？在这儿，我代表乡亲们，求你们。我宣布，上河村、下河村重新合并为洪水河村的投票仪式，现在开始。老婆，请进，请，你请，你请。阿妈，您这回啊，为我们两个村子立了一大功啊。真是，阿妈，我现在吧，越来越觉得，越来越崇拜你了。不是阿妈，荷花，是你老公啊。是你阿哥呀，阿妈有这样好的儿子，骄傲，骄傲啊！阿妈，我觉得您还忘了一个人，金牙公。对，那个老金牙，金牙公啊，对金牙。那个老金牙呀，也算他立了一功，算他一功，下面我宣布投票结果。
上河村，下河村，重新合并为洪水河村的动议。仅供两个村的村民代表投票，一致通过。大方，陆金贵，干得不错。梅县长，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，成了，他们的资料报上来了。正在进行表演的就是我们家花女领队的啊，当队长的洪水河妹仔拉拉队正在进行表演，怎么样，棒不棒啊？哎哎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今天可是咱们万村篮球队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哎，冠亚军比赛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哎，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，对手是谁，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给大家宣布一下啊，是咱们洪水河龙虎队打荷塘传奇队啊，哎，冠亚军比赛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如果我们洪水河龙虎队拿到了冠军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今天的小菜全部免单，老板娘买单。哎，莲嫂，今天我请客啊，我请客啊。还有六分钟，最后六分钟，所以我们必须打一个三分，明白没有？你们有多大的实力？一定有，明白吗？王玉、金三成，你来投。放心吧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教练都已经部署完毕了，其实我想代表我哥跟大家说几句话。这次荷塘村篮球赛证明了你们在农民篮球队里是最优秀的球员。最后的六秒钟，希望大家能够展现出最好的实力，带给观众一场完美的比赛。我哥说过了，会对你们的篮球队负责，也会对你们负责。我看好你们队。
谢谢。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没说话，我心脏都快蹦出来了。
哥。哎，李军啊，哎，那边坐，那边坐。洪水河村的选举结果。哎，你等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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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这让我猜一猜，我猜猜啊，这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龙大邦高票当选村主任，这没错吧？大邦提议，村委会通过，由陆金贵呀担任茉莉花科研基地的管委会主任。哎呀，这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比挣钱的感觉好多了。哎，李军啊，哥谢谢你啊。哥，你还跟我说这些？对了，你这位董事长投资人该正式露面了吧？嗯，是到了该露面的时候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黄老板？是啊，我说过他很多坏话，所以我呀已经不好意思见他了。大家都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阿贵。啊，阿贵。阿妹，龙主任，你是什么时候猜到我是那个投资？说实话，黄老板，那70万租金是你留给我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感觉到你一直没离开。这几天我回想起有幸和你和黄总认识的过程，我豁然开朗。你一直在引导我，关闭了造成污染的上河石材，又经历了不切实际的旅游项目的挫折，又通过高尔夫打破了我一夜暴富的白日梦。一步一步把我引向这条脚踏实地且生机焕发的正路上来。黄老板，感恩不言谢。呵，龙主任，这钱是我出的，但是事情呢并不是我做的。黄队长为了你们两个村子的未来啊考虑很久，就我们来了以后呢，丽君在黄镇长和梅县长的大力支持下为你设计了这条路。丽君的观点是未来中国的农村需要新的精英和人才，他相信你是这样的人。大邦，哥，大邦，大邦，有一件事儿我得跟你道歉。我叫阿妹，对不对？你猜到了。感觉就是感觉。黄老板，你有一个好阿妹，我也有个好阿妹。大邦，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。真是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三生有幸。这个按照这个蓝志宝的话说，这我们拍的是喜剧啊。啊，请梅县长、黄董事长、王教授、黄镇长、龙主任为我们洪水河茉莉花田科研基地落成剪彩。哦。
是不是在前面？啊，对，可以往前走。谢谢你啊。如，苗仔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了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对一个网络高手来说，这再容易不过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虽然我长发胜过你及腰。行了，别叫姐夫了。姐，你帮我想一句。他不是你姐夫，我就不是你姐。对对，哎，真的杀青了。杀青了，耶！恭喜啊！耶！哎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朱光宇来了！朱光宇来了！
我是来对你们摄制组表示感谢的，谢谢你们对广西篮球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谢谢谢谢，那一会儿我们一起打一场吧。好啊，走啊。那份协议我遵守了十年，现在协议到期了。带看台的崭新的篮球场，慌什么？让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。转向第三产业，朝阳产业。31年前，我们下河村有愧于你们上河村。他看着下河村的日子，跟我们上河村差着一大截儿，他就觉得是自己对不住你们。我们要下一个人。对对。